问这是妮子小姐的家吗？我是门口花店的，有人来让我给她送鲜花。是吗？你到中国来打几份工啊？你不好好学习，专门来打工的呀？看样子你的病好多了。是啊，你没看我都吃这么多了。啊，看上去真好吃啊。嗯，当然了，这是我妮子式的三明治，当然好吃啦。你要不要尝一尝？可以吗？我可是真的饿坏了。好吧，那你就先吃这份吧，我再去做。川岛，你现在怎么都不上课了？上课啊？谁说我现在不上课了？你以为我来到中国只是为了来打工的吗？上课？那你就跑到我这儿来干嘛？今天是星期六啊，你让我跟谁上课去？啊？哈，今天是星期六啊，你要是不来的话，我还准备去上班呢。那你还要好好的感谢我呢。嗯，这三明治还真不错，就算是慰问我的吧。哼，什么慰问呀，你又没病没灾的，慰问个什么劲儿？你慰问我还差不多。我跟你说啊，你想说的那个叫慰劳，瞧你说的中文。对对，应该说慰劳，要不怎么请你教中文呢？哎，你经济学的怎么样？不怎么样。嗯？怎么不想学了？新鲜劲没了？那倒不是，因为我没那么好的天分。怎么你还真想当个京剧艺术家呀？告诉你，下辈子吧，这辈子你就是再有天分也轮不上你。啊，有水可以喝吗？冰箱里有，你自己去拿。哎，麻烦你也给我拿一瓶啊。谢谢。川岛，咱们都这么熟了，你跟我说句实话，你真的很喜欢京剧吗？喜欢是当然真的，不过也有点好奇的成分。哈，说实话了吧，你呀，好奇心是真的，喜欢也就那么一点点。不是不是，我真的挺喜欢的。你看过京剧吗？嗯，我是说真正艺术家表演的京剧。什么真正不真正的，我都没看过。我告诉你，看一出好的京剧那可真是享受啊。嗯？你不相信啊，我一定带你去看出京剧，一看你就明白了。嗯，好啊，我就怕我看了会睡着。睡着？啊，怎么可能的？那锣鼓一响，你会兴奋的。会吗？啊，那好了好了，我们别再说京剧了，行吗？我现在相信了，你是真喜欢京剧。其实我更喜欢看京剧，因为京剧学起来太难了，看起来很容易的动作，真正的练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哦，对了对了，那个叫兰花指是不是这样？你看。嗯，应该是这样。什么？把手翘起来。嗯，翘起来。啊，就这样啊。啊，这样。哎，你再教点别的。别的？教你拉山膀吧。嗯，山膀啊。
情。你别笑啊，哪有一下子就学会的？再来，我什么还好，太难学了，我不学了。你是不是觉得挺难的？对。哟，李强，把这花给忘了，再不把它放到水里，它就死掉了。我来吧。啊，不用，这点事儿我能办好。嗯，这花不错，跟着花瓶还挺相配的，就把它放在桌子中间吧。嗯，好。李子，嗯，今天天气这么的好，嗯，不想出去玩玩吗？咱们去一个又好玩又刺激的地方。游乐园。妮子和振雄分手了，你知道吗？这里面有你的原因吧？我有什么原因？爱一个人难道有错吗？妮子背着振雄和川岛不明不白的，振雄还这么傻傻的爱着他，你说我能不管吗？妮子跟川岛怎么了？他们俩只是普通的朋友。什么普通朋友？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还不信呢。玩得真痛快。开心吗？开心。喜欢和我在一起？喜欢，不过我们不可能一辈子在一起啊。为什么？什么为什么？你准备在中国扎下根去啊？又听不懂了，就是说你不回日本了。你希望我回日本？那你得自己决定啊。回肯定是要回的，不过要和你一起回去。我？你别逗了，我跟你回去干什么？我知道你现在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会一直等，一直等下去的。等啊？那你可要等很久啊。你打算让我等多久呢？十年。十年？好啊，嗯，我会等下去的，不过
等了十年以后，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就要少了十年，那样你不会觉得到时候遗憾吗？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且还会有天灾人祸，谁知道哪天我们的生命就会结束了呢？在我短暂的生命里能够遇见你，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所以我会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的。你呀，你学的中文全都用在对付女人上了。走，我们到那边去玩，好吧？好的。雪花，我看星期一你还是带你妈妈来检查一下吧，你应该早点听妮子的。好，我星期一一定带我妈来。那我等你啊。嗯，我走了。嗯，再见。再见。妮子，明天晚上你有事吗？嗯，我想。嗯，你可别说你想请我吃饭啊。你怎么这么怕我请你吃饭？我不光怕你请我吃饭，我什么都怕你。没有，我跟你开玩笑呢。明天呀，雪花跟我约好了一块去买点东西。哎，你明天怎么也可以出来啊？哦，明天我们店里休息。休息？明天我正好有点事儿，雪花就说你就休息吧。哦，川岛，你一个星期在雪花那干几天啊？三天。不过雪花要是有事儿，那就不好说了。那好，等哪天你晚上没有事儿的时候，我请你看京剧。真的吗？啊，那我去买票。不用，票我来买，让我这个外行请你看京剧怎么样？太好了，我一定等着。村长，今儿你怎么这么高兴啊？去看妮子了？她怎么样？嗯，没事了。今天我们一起去游乐园了。真的？川岛，你是现在才开始追妮子呢，还是你们俩早都好了？我没别的意思，就是随便问问。没事儿，我和妮子在一起的感觉真的特别好。那妮子呢？妮子和我感觉就是好哥们儿。那你得好好加油了。嗨，我会加油的。哟，你们两位来了，来，请进，请进。想说话去了。里边请。哎，好嘞。雪花，咱花这么多钱行吗？老王给我这卡是有原因的，他说了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花个十万八万的也没问题。十万八万？
真的呀？哎，那我们就可以买房子了，信用之前交首期，这样你妈妈他们就可以住进去了。可老罗没说让用这钱买房子呀。管他呢，给你了就你自己的，他不是说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吗？就算拿了这钱交了头期，那以后怎么办呢？光靠酒吧的钱也挣不出来。再说老罗已经答应明年给我买房子了，我现在要是偷偷的买了，他以为我逼他呢，这样不好。什么好不好的，等明年还不知道怎么着呢，万一你妈妈她……妮子，你什么意思呀？啊，我是说万一你妈妈她想早一点住进去呢？瞧你比我妈还着急。雪花，我要是有钱马上就都给你，让你去买房子。还是妮子心眼最好。光着心眼好有什么用啊，可惜没钱。哎，对了，川岛说了，你要真需要钱他可以帮你。你又犯傻了吧你，他的钱我怎么能要呢？你这个真是的。怎么是要呢？咱们先借呀，用完了再还给他不就行。行了行了，我的事儿你甭操心了，你还是想想你自己吧。我自己有什么好想的，我现在感觉特好。你跟川岛感觉特别好吧？你看见你别瞪着我，我又没别的意思。我觉得川岛这人挺不错的，我看着他呀就觉得他特别爱你。好了雪花，别再烦我了。我说我感觉特好，就是因为我是一个人，又轻松又自在，我可不想再惹什么麻烦了。这人真是一个人一个命，你看振雄爱你，川岛爱你，你自己要当个单身贵族，萧雨爱振雄得不到，我呢本来觉得老罗挺爱我的，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老罗又跟个小女孩在一起了，让我给看见了。那他们看见你了吗？没有。那老罗到底知不知道啊？谁知道他知不知道，他就是不知道也是装的，要不然他送给我那张卡干嘛呀？其实你看见老罗和别的女人在一块儿，心里还是不好受。女人嘛，我再说不爱他，我也是付出了感情的。既然这样，那你就该去问他呀。问他？我问他干什么？我有什么资格问人家？我又不是人家的老婆。其实我跟那个女孩都一样，都是为了她的钱才跟她在一起的。钱钱钱，一切全是钱脑的。现在没钱能干什么？我是想跟她分手，可是我没有勇气，我现在还是离不开她。至少我们今天还是快快乐乐的，你看我们想买的东西全都买了，晚上呀我们要去最好的酒店搓一顿。你别虎着脸呀，我们今天一定要高高兴兴的。妮子，只要你不嫌我的钱脏，我就……雪花，妮子，嗯，来干杯。为什么呢？为一切的一切，过去现在将来，还有知道的和不知道的。对，就为一切干杯。来，哎，你少喝点，别喝醉了。才不会呢，今天就是喝醉了也是快乐的醉倒。行，要喝就喝个痛快，今儿我给你喝个一醉方休。来，
干嘛？想什么呢？想振雄还是川岛？你说呢？要我说，我觉得这两个都挺好的。妮子，振雄跟你分开，他心里其实特别难受。他是爱你爱得太深了，要不然他在店里碰上川岛，居然跟川岛说让川岛好好带你。什么？振雄那天的样子，我现在想想心里都觉得挺难受的。振雄要是那天真的是揍川岛一顿，我倒觉得挺正常的。你怎么？川岛，你走，走。我那么有你讲的事情，嗯，大丈夫？응大丈夫？응응응よしじゃよしお腹空いたどれどれ何食べよう川岛你这个王八蛋あと餃子食べようか餃子응餃子いいね幸福そうやってるつもりなの？本当にあんな子に熱上げるなんて情けない。今日ついて初めての夕食だっていうのに一体どういうことなのよ。人の顔に水引っ掛けといてそのうちナイフ出して人を刺しかねないよね。お母さんだから何回とも誤解だって言ってるじゃないですか。それに彼女はニーズじゃありません。そんなことぐらいわかってるわよ。でも彼女の友達なんでしょ。あんな下品な子を友達にするぐらいだからその子もいいことは思えないわね。もういくら言ってもダメですね。とにかく明日本人に会ってみればわかりますから。もちろん見るわよ。この目でしっかりとどんな子があなたをたぶらかしたのかちゃんとこの目で見なくちゃ。こうちゃん아나타もっと落ち着いてじっくりと考えてごらんなさい。それはあなたこの年になるまでこんな風に真剣になったことはないんだから本気だっていうことはよくわかるわよ。人間ね一生の間にこの気持ちになるのは一度か二度ぐらいしかないものね。でもねこうちゃんここはあなたがずっといる場所じゃないの。それにあっという間に終わってしまう恋かもしれないでしょうね。それに中国の女性は我慢っていうことを知らないわ。そんなこと日本では川島家では通用しません。もし今日みたいなことがおじい様の前で起こっていたら一体どういうことになっていたか。おばさんいくらなんで大げさです。日本とかそんな川島家とか僕はただニーズが好きってだけでそんなに深く考えてません。それに今日のことはどうしてこうなったのか僕にもさっぱり
どちらにしても、女性が公の場であんなことをするものじゃないの。中国の女性があなたには合わないっていうことがよくわかりました。まあ、今日のことは、いい教訓にしましょう。これを機に、私たちと一緒に、日本に帰りましょうよ、こうちゃん。ね、こうちゃん。ね、こうちゃん。何ですか？どうしちゃったのよ。今日はもうゆっくり休んでください。明日また電話しますから。兄ちゃん、兄ちゃん。ねえ、もしかしてさ、私たちのこと誤解してんじゃないかな。僕たち？うん。だってあの人たち、私たちがここに泊まってることを知ってるの？だからだよ、誰だってね、こんな可愛い子と一緒にいたらね、一つ、二つや気持ち焼くよ。その、新津さん？私も会いたいな。だって、あんないい友達がいるんだもん。きっとその人もいい人なんでしょ？小娘だ。早く休んで。明日思い切りおしゃれしてこいよ。うん、分かって。あ、その人すごい綺麗。綺麗だよ。明日会って嫉妬すんなよ。しないよ。さあ、早く中に行って。うん。じゃあね、おやすみ。おやすみ。你姑姑来中国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跟我说一声，真是的。怕给你添麻烦，他们玩两天就回去了。妮子也不知道吧？昨天在游乐园玩的时候，我想跟他说今天晚上一起吃饭呢，可他说已经跟你约好。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嘛，你们日本人真是磨叽。川岛，你跟你表妹是不是也太亲热了？那天我是有点冲动，可以是让你气的。当时我可是跟妮子在一起啊。妮子，妮子，那他人呢？看你跟个小姑娘在一起，给气走了呗。要真是那样，那说明妮子还挺在乎我的。啊，看把你臭美的！我这个表妹啊，是我们川岛家最小的一个，大家都宠着她。我们也好久没有见面了，所以……哎呀，现在这件事情已经不重要了。雪花，我表妹她还挺欣赏你的呢。是吗？啊，她是不是觉得我刚才特过瘾？你们日本女孩不敢这样吧？日本女孩，我不知道，反正我表妹她不敢。那是因为她还没长大。川岛，对不起，其实我心里憋着别的火，全都撒到你身上了，真是对不起啊。没事没事，我能理解。你又能理解？你知道什么呀？你就能理解。哎，对了。川岛，要不然这几天你就跟你姑姑他们好好去玩一玩，店里的事儿你就甭管了。谢谢，真不好意思啊。看你，你还谢我，我就觉得挺对不起你姑姑他们的。要不我去道个歉？不用了，我姑姑她没事了。真的不用？我要告诉她，这就是中国女孩，让她以后一定小心点。你可别乱说啊。中国女孩可不都是我这样的。
么晚了，他上哪儿去了？这妮子还真往心里去。お兄ちゃん、あの人、いや、違うな。あ？あんな綺麗な人も違うんだ。こうちゃん、その人来るの？大丈夫。昨日ちゃんと話しましたから。あの人？妮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姑姑和她的女儿李慧。你们好，我是妮子。啊，你好，妮子小姐。嗯？啊，在日本，她从小一直学习中文。是，因为我喜欢哥哥，所以他学什么我就学。啊啊。快请坐，坐坐。嗯。お母さん、そんなじっと見ないで。哎，雪花她怎么没来？啊，她刚才来电话说她来不了了。是不是她妈又怎么了？不是，他临时有点事儿。哦。彼女，日本に行ったら日本人に見えるわね。啊，妮子，我妈妈说，你像日本姑娘。啊，妮子，我姑姑，她是喜欢你才这么说的。啊，哦，是的。你们是第一次来中国吗？初めて中国来ました。啊，そうです。啊，我姑姑说他是的。まあ、いろんなことが想像以上に珍しくて。他这是第一次来中国。日本に行った時も、他来了中国大きいってことを知ってたんですけれども、本当に来てみて、中国很大。びっくりしました。それに、虽然在日本早就听说过。真的，谢谢你们。如果你们要感兴趣的话，我可以给你们做向导，带你们去问。名胜古迹，真的？你真的可以带我们去吗？当然了。真的可以吗？啊，一会儿我回去啊，把稿子赶出来，明天就能有时间了。你真的有时间？不会给你添麻烦吗？不会的。你看你会这么高兴，我能不带他去吗？太好了，谢谢。我告诉你，现在接待怎么了？来。谢谢。谢谢，谢谢，妮子。嗯，谢谢你今天能来。谢什么？我得谢谢你们请我吃了顿饭啊。你看，我姑姑还有李慧多喜欢你啊。是吗？你不知道的，我了解他们的，我知道，他们都非常的喜欢你。好啊，让人喜欢总比让人讨厌好，不是吗？
好了，快回去吧，我还得赶快去工作，要不然明天我就不能陪你们去玩了，说不定今天晚上我还在加班呢，谁让我一高兴就把大话说出去了呢。拜拜。妈妈，怎么了？什么呀？我还没睡醒呢，就被你给叫醒了。昨天晚上我赶了一夜的稿子。有事吗，妈妈？不回去了，我今天的事都安排好了，陪别人去玩是别人拜托的事儿，你们就别管了啊。谢谢你们，我如果今天玩得早的话我就回家，晚的话我就明天再回家吃饭啊。就这样，再见。本当に北京に来て幸せだわ。ニーズ。うん。太好了。